好，我是歌手周深，给大家拜年喽！欢迎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直播来到我从小生长的地方贵州贵阳。贵阳风景如画，花溪、青睐、黔灵山的生态风景都特别特别的美，而且呢，贵阳有特别多好吃好玩的地方，像牛肉粉啊、肠旺面、素粉、糯米饭、豆米火锅等等等等，这些从小都陪伴着我的味道，一想起来都觉得特别的开心。贵阳城虽小，但是人气旺，情意浓。今天是大年初五，我特别高兴能够邀请大家一起来贵阳过大年，大家一起逛吃逛吃乐起来，也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好运年年来。